担心宋江近日被网友目击到济州岛爬山。网友表示，宋江爬山爬了9小时，即使素颜汗流浃背的模样，依旧相当帅气。而当天还有男星郑嘉岚，两人因合作演出《喜欢的话请响铃》解释成为好友，而两人也亲切地和现场民众合照。没想到黄伟晋看到宋江照片后，就在社群平台疑惑发文：“拍到我了啦！宋江后面那个是我没错吧？”只见照片中宋江后面的黑衣男身形与黄伟晋十分相像，许多网友看了纷纷激动直呼：“真的假的啦？不可能吧？另类的梦幻联动吗？”一时间不知道该羡慕谁了。不过之后黄伟晋就晒出同样穿黑色上衣的照片，发文澄清：“好啦，我没有跟宋江去爬山啦，我在新竹啦。”让网友笑翻留言：“哈，我还以为是真的，怎么可以连衣服都那么像？好扯，全世界都要有多重宇宙就对了。”